看过比脸还大的花吗？新竹五峰乡迎来了绣球花季，超过2000株无尽夏、光华绣球花等十多个品种，淡蓝、粉紫和粉红色缤纷艳丽，绵延百米长的绣球花大道，吸引不少游客特地上山抢拍美照，仿佛进入了梦幻仙境。有蓝、有紫，还有粉红，五月迎来绣球花季。五峰雪霸一家休闲农场缤纷花海绽放，吸引不少游客不畏路途遥远上山抢拍美照。哦，很漂亮，从来没看过这么漂亮的，漂亮又那个爬山到上面去，真的值得。其他地方有看到这么漂亮吗？好像没这么多了。看到这里那个绣球花很漂亮，尤其在这个季节五月啦，或是六月的时候也有，就是这样。绣球花有什么样颜色？哦，它这边呢，你看这个蓝紫色特别多，啊，下面也有粉色的、紫色，那个暗紫色的还蛮多的。1923公尺海拔，比平地低了8度，气温凉爽，适合绣球花生长。开出的花朵茂盛美艳，有超过2000株无尽夏、光华绣球、锥形绣球等十多个品种，以淡蓝色为大宗，穿插桃红色、粉色花瓣，还看得到白色绣球花。聚在一起，甚至比脸还大。绵延百米的绣球花大道，让人看了惊艳，仿佛进入梦幻仙境。农场中的绣球花大概有三大类，一个是一般所谓的大叶绣球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光华绣球，还有圆锥绣球。那现在这个时间来的话，基本上都是看所谓的大叶绣球。那大叶绣球，它的农场大概种了2000多棵。那基本上这个绣球花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花的颜色非常的丰富跟鲜艳。哦，那时间基本上也蛮集中的，基本上有十几个品种。哦，那其他的品种大概就是纯粹就是近距离欣赏观赏这样。那它的花色非常的多，也非常的那个鲜艳。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不妨上去到我们这个地方观雾，云山部落，还有我们桃山清泉哈，这个地方来去做观赏，非常非常漂亮，非常美丽。一朵朵绣球花将夏天的五峰浪漫装点。目前花开七成，赏花期持续到七月。下雨过后，还能看到秋天才能欣赏的云海，漫步在花海，如梦似幻的美景里。